大中华新闻，好，继续来看这新港乡新林国小推动国际教育的志工计划。讲一名为美国杜鲁门大学来的志工哦，伊恩是一边教学生煮顿饭，一边教英文，生活化的学习方式，嘛，让这挂学生囡仔在学英文是学加真有兴趣，效果嘛袂歹。新港新林国小学生得到头一届到中华技工伊恩学学做炖饭，心情非常欢喜。学生知影炖饭的技巧，嘛唔惊生分，自然学英语。一开始就先加葱油，接下来就放那个另外一种油，再来就是放米油，再放那个番茄油，等到米煮熟再放那个海鲜类，因为海鲜类太快熟，所以要最后放。东方和西方美食交流是伊恩这几天在新林国小交流的重头戏。这段期间，伊恩透过户外教学、英语课程、情景式的活动，帮助学生习惯英语的交通环境。咱讲吼，教育是足有温度的行业啦吼，就是职业。今日咱透过吼，咱在地食材有米，吼啊有这蛤蟆、虾啊，吼啊咱这透过这咱。伊恩也向诶，即西班牙炖饭，哦，起码等于差啊。等下即西班牙炖饭了，咱来个做几个炒粿，要用红菇粿迄无去做啊。透过安尼生活方面的应用吼，哦，即、这个国际教育、英语教育、英语的教育吼，会当效果如何啊？真正感谢啦！啊，咱即个国际职工吼有遮尼大个热情，我相信吼，即一直上来吼，咱囡仔吼嘛感谢着吼，外国人袂遐可怕啦。新林国小去年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志工，今年换成美国杜鲁门大学的伊恩，建构学生成效更加好的英语情景体验学习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。学校老师嘛对这当中激发出创新的教学课程，外破英语课程和国际教育更加显示情感温度的价值。多中华新闻，台湾新港采访报道。